尊敬的王会长贤伉俪，尊敬的诸位老师，诸位长辈，诸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李旭是从2003年呢9月5号啊回到祖国海南省海口啊，当时候啊我当刚好啊30岁啊，我记得呢，因为有1-2年啊在学校啊带班的经验。那到了海口呢，就跟当地的这些家长就孩子教育呢交流一些经验。而当时候我记得啊，刚开始呢，很怕没有人来参与课程，所以只要看有一个人走进来了，就会非常激动的呢去拉他的手。哎，啊，好像数十人没见的老朋友。我记得刚开始没有几堂课啊，有一个老者啊，70多岁，啊，一位老太太，啊，她在底下听课啊，整整听了2个小时，从头至尾啊，都对着我笑。我当时候其实蛮容易紧张的，一看他都对我笑呢，越讲啊越有灵感，啊，结果讲完了，非常感恩他的鼓励呀，啊，我就马上走下去呢，然后握着他的手，啊，然后跟他问好，结果我讲了好几句话呢，看他没什么反应，还是对我笑。旁边那个人说，他听不懂普通话，啊，啊，当时候我更感动了。这个老者听不懂普通话，只觉得呢，这一位年轻人呢，啊，是在讲孝道、讲伦理道德。老人家欢喜啊，听不懂都在底下支持2个小时，而且从头鼓励到尾。哦，所以伴随着自己成长啊，有无数的因缘在成就着我们。就像今天啊，我们彭院长讲到的啊，他走到哪一个地方，都把那一个地方的土壤啊，还有或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东西呢，装在这个小瓶子里面。啊，永远不忘记啊，这一方人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栽培。尤其啊，今天啊，我们彭院长，我感觉最精彩的一幕，是当彭院长走下台去啊，跟他的玲子大姐深深的一个拥抱。我们可以从这个这么自然的动作当中啊，看到彭院长非常感激这一位长者对他人生的栽培。而我相信呢，这一堂课讲完呢，林子会长是最安慰的，觉得这个弟弟啊疼得太值得了。所以人生呢，就要让所有爱过我们的人呢不失望，所有爱过我们的人，让他们感觉到欣慰，感觉到光荣。决定啊，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们的爱，跟这一份呢难得的疼惜。就像我想起海口这一幕，真的有无数的老人呢在感动着我，包含我印象非常深刻。从2005年，我几乎啊每一年
都到马来西亚啊，跟我们大马的华人呢交流传统文化。啊，最让我震动的呢，是每一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课程，往往端菜的，往往守着厕所，啊，欢迎每一个人进来。啊，当大家去听课的时候，他进去刷厕所，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者，因为他们接受了传统文化，他们知道传统文化好，他们看到整个社会短短几十年，人心堕落的这么快，他们非常心痛，所以他们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赶紧可以听到传统文化的课，哪怕他们是扫厕所，哪怕他们是端盘子，只要能成就这个因缘，让他做什么他都非常的欢喜。所以这些老人对这些因缘的成就，他是用真心来成就每一个人，我们也应该用真心啊来回报他们，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老人不要再担心了，不要再难过了。而虽然常常这么提醒自己啊，但很惭愧啊，啊，这么多年走过来呢，真正冷静啊，反省啊，啊，自己呢连做学生呢、啊、都做不好，哦、啊，还常常呢、啊、给人家讲课，哦、啊，所以走在修学的路上啊，确确实实啊，不可自欺呀、啊，还得有自知之明。为什么今天感受这么强烈？啊，因为早上听了冯院长的课，我们真正感受到啊，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分子的承担。为什么五千年来读书人最受尊重啊？今天听了这堂课啊，终于明白了。我记得常常看德育故事，会看到痛哭流涕，感动呢，这些圣贤人真的是爱民如子。啊，常常这些好的官员要离开一个地方啊，当地的老百姓啊，就像丧失父母一样的痛苦难过，那感动老百姓啊，到这样的程度。而我当时候在2004年七月份啊，在海口啊，我们有五天的幸福人生讲座。我们上到第三天呢，海口市的教育局长啊，亲自来听了半天的课。哦，他非常专注的坐在底下听了半天的课。哇，局长亲自来啊，啊，听完课呢，哎，我们恭恭敬敬啊，送局长上车啊，啊，当局长的车开离开之后呢，啊，我就想起德育故事那一幕一幕啊，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就很感动啊，控制不了情绪呢，我就整个人就蹲下来啊，流眼泪。我旁边的同仁呢、啊，以为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了，很紧张啊，啊、哦，赶紧都蹲下来看了、啊，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啊、哦，我告诉他们，我是太感动了，看到一个这么好的父母官呢、啊，这么重视教育啊，忍不住啊，感动的眼泪，啊、哦，那个是2004年感动的泪啊，今天听彭院长这堂课，不知道流了多少次眼泪啊。我看吃饭的时候看每个人的眼睛好像都是肿的啦啊早上这3个小时的时光，
我们3000人的心啊，完全交融在一起。我们3000人呢，成了知己。我们3000人发了共同的誓愿。啊，《易经》上讲啊，二人同心啊，其利都可以断金啊。那更何况是3000人同心，我们相信啊，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带动世界的和平啊，是指日可待的时刻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唐太宗有爱民之心，因为啊，在魏晋南北朝，包含这个东汉末年，啊，魏晋南北朝包含隋代，经过了这么长期的战乱，老百姓都没过上好日子，啊，所以太宗皇帝他当上皇上之后，就是因为他希望让老百姓赶紧安定下来，过太平的日子，所以他命魏征大人，包含萧德言，包含虞世南这些大儒，来编了这一套宝书，而且他依教奉行。我们今天讲这些经句的时候，几乎每一句都有太宗如何身体力行的历史记录，所以真干、真性、真官之治，在短短的3-5年的时间，整个唐朝啊就大治了。所以我们现在何其幸运，楷替君子啊，民之父母。我们有习主席这么好的父母、大家长带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例行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啊，决定在我们眼前实现。所以刚刚谈到我们彭院长，他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在于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用真心怀抱着祖国，怀抱着民族，怀抱着世界，啊，确实是老祖宗的好子弟。我们看经典当中谈的不是只有国家，都是天下，因为希望天下都好。尤其我们中国强盛之后，像郑和下西洋，都是去利益不同的国家跟民族，所以真心啊怀抱着天下，而且也以真心怀抱着每一个跟他有缘的人。大家有没有感觉彭院长句句话都非常的真诚，才能让我们这么样的感动。所以我们也要以真诚的心啊，来跟彭院长结这一个缘，所以我们不能糟蹋了这个缘，结了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跟彭院长一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你们都不会配合一下呢，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心是一念啊，骗虚空法界，所以所有的宇宙啊，都被我们的真心啊所感动了，所有的祖先圣贤佛菩萨，各个宗教的圣贤，各个民族的祖宗，都会冥冥当中啊护佑着我们，完成这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好，谢谢。而
我们立了这样的大志，接着呢，要一步一步啊，非常扎实的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真的要利益天下，让天下太平啊。先治其国，啊，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啊，把这个好的经验呢，带动全世界的和平。那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啊，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啊，其实这一段话就点出了道是有先后，不能颠倒。哦，而且呢，要一定找到根本，从根本做起。啊，所以老祖先这一段话，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下手处啊，在格物的功夫了，格除我们的物欲，不然我们每天被这些物欲烦恼啊所障碍啊，那可能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我们看到呢，126页，210句。好，我们第一册，啊，126页，210句呀，讲到治民之道，勿笃于教也。治理百姓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心一意呀，致力推动教育、教化。这个治民啊，大可以到国家，小可以到家庭，就好像要治理好我们整个家庭，也要从教育下手。啊，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治理人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孔子回答：战战兢兢，就好像呢，你今天拿着一个腐朽的绳子，在驾着马车一样的心情。哦，一不小心啊，可能这个绳子就断掉了。哎，那子贡就问呢，啊，为什么要这么样谨慎惕戒的态度呢？夫子说啊，假如老百姓接受好的教化，那他们都循规蹈矩啊，是好事。假如老百姓没有教好，那不就个个都变成我的仇人吗？大家想想这个故事啊，有没有给我们这个时代启示？美国2个年轻人动不动怎么样？用炸弹在这个马拉松赛表就炸出来了呢，请问这样的孩子还有多少？那这样的国家怎么可以安定呢？所以孔子这一段话讲啊，你没把他教好，那他像仇人一样啊，那还得了啊。哦，所以老祖宗提醒我们了，治要没落教子，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下一代教好，而且要越早教越好。好，有一个年轻人呢，18岁，有一天对着他父母讲说：“爸妈，今天晚上啊，我回家跟你们吃饭。”啊，从这句话就听出来了，平常是不回家的。结果呢，他父母啊非常的高兴啊，儿子终于肯回来跟我们吃饭了。结果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坐在家里等儿子。这儿子一进门，还带了一个女孩。啊，当然父母很意外，
哦，还有另外的人，坐下来，饭还没吃，这个儿子拿出一张纸，然后递给他爸爸，说：“爸，她是我女朋友，她怀孕了，我们要结婚。”这一张纸上面呢写着我要的东西啊，什么房子、车子什么的，我都列好了，你看着办。大家体会一下这个父亲拿着这张纸是什么心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天这一个父亲，哪怕是万贯家财，他往后的日子决定不好过。所以人算不如天算啊，最重要的得要把遵循老祖宗的教诲，要把下一代教好啊，不然祖先父母积财啊，真挑土啊，很辛苦经营起事业啊，好几代人才把它经营起来啊。所以父母赚钱呢，像真挑土啊，子女花钱像什么呢？浪推沙，那个浪一来，你堆得很高的那个沙，一下子啪就全部被它推走了。啊，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相信了，得再讲一个事例了。有一个企业家，哦，他算是在一个企业算老臣，啊，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积累了20亿的财富，哦，结果他积累20亿的财富啊，买了一栋房子呢，1亿。哦，我当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啊，说盖房子，一栋房子盖1亿啊，积这个国之将兴必有真祥啊，国之将亡啊也有真壮啊，家要败亡也会有真壮啊。你拿1亿去建个房子，房子是拿来住的呢。房子不是拿来炫耀的呢。台湾还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拿黄金做了一个马桶，最后他很快就败下来，而且身体很差。我们要记住老祖宗的教诲啊，福报不能乱花，路尽人亡啊，把福报花得太凶，花完了命都没了。所以盖一栋1亿的房子，首先就是告诉孩子，你老爸很有钱。第二个呢，是告诉盗贼，有空来我家坐坐，是不是？所以人要内敛啊，人要常富交子啊。哦，所以这些理脚都不知道啊，努力了一辈子，最后是叹息啊。好像很多父母想不开啊，不留个房子给孩子，好像很对不起他。我们越这么想，他越觉得应该的。哦，所以现在很多孩子都直接跟父母要房子呢。我的朋友，他的父母都给他，你为什么不给我？所以《三字经》告诉我们啊，人以子经满盈啊，我教子为一经啊，要给他智慧啦，不是给他一大堆财富让他骄奢淫逸啊，就没有智慧啦。结果他的房子建得这么豪华，他中风，中风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20亿全部花光。好，诸位长辈、诸位兄弟姐妹们，请问故事结束了没有？有没有花完了？他的儿子跟孙子从此痛改
前妃，然后开始孝顺他。连续剧有没有这么演的？没有吧？有可能，除非有贵人出现。有他的贵人呢，就是刚好在4月20号到4月23号到我们香港参加群书治要论坛把这些好的老祖宗教诲去送给他的儿子跟孙子，然后学了以后痛改前非，这样才符合逻辑，是吧？假如没有这样的善缘出现呢，那这一个老先生一辈子的辛劳化为乌有之外，他的痛苦的日子啊，刚刚开始啊，他的孩子孙子那个恶习改不掉，不知道又会做出多少让他痛心的事情了。所以真正有福报的人，听懂了老祖宗讲啊，教育孩子最重要，他的人生取舍啊就出来了。一定啊要把教育啊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我们要了解到教育应该从哪里下手，这个就是根本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翻到群书之要为政当中105页173句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我记得当时候我读孝经，读到这一句话，在我们家手舞足蹈了几分钟停不下来。因为我们也很苦呢，我们在学校教书，我们也很想把孩子教好，但是很无奈，到底要怎么教孩子才会好？结果看到孔子这句话，心完全安下来了。没有孝道的教育是无根的教育呢，很多变成徒劳无功啊。可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孩子一定啊慢慢会越来越好。而我们冷静体会一下老祖宗讲的百善孝为先，其实孝是百善之先，而那个先呢还带着孝心开了，百善皆开，它是百善百德之根。真正相信了，任何人怀疑，任何人批评你，你都坚定的一定从孝道抓起一定从孝道教育起，你不会受影响因为孝是根，悌忠信是本。礼义廉耻是枝干，老祖宗很能够向万物学习像树木的道理来体会。仁爱和平是花果，假如没有孝了，就是无根的教育，我们教出来的下一代就像花瓶插的花，没有根，好看可以看多久，一会它就凋谢掉了而
这整个教育啊，它也是顺着自然轨迹。人最轻的就是父母，生下来天天看着父母，哦，所以这个是事亲，侍奉自己的父母亲，这个是父子有情的天性。悌忠性，悌是尊重长辈的，哦，所以这个是敬长，尊重长者，哦，长者交代的事情不敢马虎，尽心尽力去做，啊，决定诚信啊，待长者，敬长。接着呢，礼义廉耻，到了单位去了，事君，啊，尊重国家的领导，事君。现在很多国家动不动就骂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这是非常无理的。哦，大学毕业，只想着自己怎么赶快赚到很多钱，没有想到家庭、父母、社会对他的栽培，这就没有意义了。这样的人怎么事君，怎么样服务社会呢？哦，接着仁爱和平是花果，这是爱一切的众生呢。所以从他的家庭自自然然延伸到整个社会国家，这是顺着人性的成长啊。所以老祖宗的教育啊，不用很严苛，不用费很多力。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请问大家，5000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哪一代人花最多时间教下一代？哪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啊，是吧？您看上一代的人，哦，我在马来西亚观察到的，上一代的人一般呢，啊，生6个8个正常，生12个叫很有本事，是吧？哦，这上一代人哦，生的孩子多，我们这一代人生的孩子少哦。那上一代的人父母很辛苦，我还去种田哦，常常还不在家里哦。哎，这一代人反而很多时候还可以陪陪孩子哦。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花最多时间教孩子。那请问5000年来哪一代人教的效果最差？你们说的哦，我没有说，我没有逼你们哦。所以努力有结果，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因为假如本末倒置，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德则本也，才则末也。所以所有的苦难呢，在于我们的心不能辨别本末。这是孩子的教育有没有抓到本是德是孝。再拉回来，五伦关系当中，我们本末对了吗？请问大家，现在结婚找对象考虑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钱。财者末也呢，德者本也。哇，你看现在娶太太都是钱呢，摆第一位呢。哎，找单位的人才呢，是把德摆第一位，还是把才华先摆在第一位呢？哦，所以您看哦，当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辨别本末，事实上我们整个五伦关系可能都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哦，所以这个孝能够扎了根，实实在在讲，这个孩子一辈子都不用担心。哦，但是孝根呢没有扎下去呢，一辈子都得担心。很多父母他在陪伴孩子读书，
哦，也花了不少时间。哦，我这一次来，有一个老朋友没有来，我问他，哎，怎么我们余主编没有来啊？哦，他的儿子哦，要考大学了，哦，所以不能来。所以您看呢，现在我们中国的父母辛不辛苦？听说连幼儿园父母就要帮孩子补课了，是吧？哦，所以真的花的时间非常多哦。可是我们在这样子陪伴孩子读书，请问有没有发现他的动力是什么？他有没有根本动力？啊，他小学你陪伴他推啊推啊，让他成绩不要掉下来，啊，而且还告诉他，你考100分，给你100块港币。请问现在香港的行情是多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的每一个方法，孩子起的是什么心念？这才叫教育。长善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被外在的虚荣给障住了，抓不到教育的本。比方，今天我们孩子考完试，发考卷，考完试是教育结束了吗？什么时候是教育呢？这个孩子借了这一张考试卷，他的德行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呢？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老师知道，是教这一颗心，这考卷发下去正是他教育孩子的最佳时间。今天你能考的是考得好，你知道是父母的养育，知道是这一科老师对你的教导，你要感恩哦。所以他100分是生感恩，不是生骄傲哦。这一个人考试考得不好，你假如骂他，他没有信心啊。你假如把他找过来鼓励他，一定要找出自己考不好的原因，去跟考得好的同学请教，见人善即思齐，他不就从这一次考不好当中增长他的智慧了吗？假如老师不引导，我们都生病了呢。我就是病得蛮严重的，因为我记得没有老师这么引导，人家考得好，我说哼，有什么了不起，运气好而已啊。虽然这么说，可是还要装得很有风度，恭喜啦，考得不错啦。这叫虚伪呢。人哦的福报哦，一念之间都有加减乘除了，每天很虚伪哦，福报都发完了，所以这个才是我长得瘦的根本原因。哦，哎，看同学考得比较差了，落井下石，哎，拿个考卷，哎呀，我没怎么读书，不小心就考得比你好，这个心坏啦。第一名又怎么样？而且很多第一名就是因为每一次都100分，慢慢得失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念研究所，名次一下来受不了，跳楼自杀了。所以事情发生没有好坏啊，父母老师用智慧，用正确的心态，事事是好事啊。每一件事都是增长孩子智慧的时候，哪有坏事啊。好，而当我们都是用钱去让孩子去读书，那叫利诱，而且利诱是欲望哦。他上了初中哦，会说爸，100块钱太少了，我要涨价，要更多哦。高中我要去德国留学，我才要考好。哇，那条件越来越多哦。好，那请问大家，他上了大学，会不会有一个东西比钱更引诱他？因为你是利诱啊，会不会遇到比钱更引诱他的东西？有可能是赌博，是女色，是网络游戏，
这个时候他一下子有比钱更吸引他的东西，他完全陷下去。现在多少大学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就是他人生的根本动力，就是欲望。假如他的大学变成这样了，请问他踏出社会能是个人才吗？他没有责任感了，他一踏出社会不工作了，现在在家里玩乐的啃老族很多啊，白领一族也很多啊，白白领父母的退休金啊，这个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别人的错误马上给自己觉悟啊，就要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绝不重蹈这样的覆辙。一个人没有孝心，没有责任心，他一辈子都会做出让你很有负担的事情，因为他不负责啊。他今天结婚了，哇，生了孩子，妈给你，就让你去养啦，啊，不去工作还要你去帮他透过关系找工作给他，然后他说，好吧，给你面子，我去上班，啊，结果一个礼拜回来了，我把老板 fire 掉了。那你要操到什么时候？所以要找到一个人学业、事业、家业、志业、道业的根本动力，就是孝道，就是责任心。其实这些道理我们并不难理解，重点是我们这个社会步伐太快了，人都没有冷静下来，原来真理就在眼前。我父亲那一代的人有传统文化的孝道承传，我们所见到的父亲这一辈的人，我在我的爷爷的脸上从来没看过他为我父亲皱过一次眉头，没有让我爷爷操过心。从我开始长记忆，这30多年来没看过我父亲让我爷爷操过心，这才是我们上一代而已嘞。根源就是孝。读书不止不用人家催啊，我听我三叔在讲，我爷爷叫他们去睡觉，孝顺哦，爷爷一讲就躺下去躺好哦。可是听到我爷爷睡着的声音了，全部又再爬起来读书。啊，我要常常啊听自己的长辈谈自己家族的历史。啊，我三叔说，当时候在帮爷爷插秧种田，啊，常常腰酸了，抬起头来看着蓝天，我一定要让我的父亲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不要再这么辛苦了。哦，所以我爷爷好像不到50岁啊就退休了，就孩子很早啊就奉养他了。哦，而我们看这个孝是很有玄机的，哦，你看这些事实上这11个德目啊就涵盖了所有的德行，这11个德目的根就在孝。悌，我们看悌怎么来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悌，忠是尽心尽力呀，亲所好，立位举。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入则孝，短短一段经文，内藏玄机呀。信，父母命，行勿懒。父母交代的信赶紧去办好，绝对守信用，从这里来的。现在人父母的事拖拖拉拉，客户的事赶快去做，那是真的信吗？那是信人民币，不是真信，是吧？他就是为了钱而已嘛。好，你父母呼应勿缓，父母教须敬听，
出必故，反必面。你看这么样的恭敬，啊，义，伤三年，常悲咽。您看这种情义，很多读书人，就像欧阳修的父亲，母亲去世以后，每一次好吃的东西出来，他就流眼泪。他的太太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婆婆刚走啊，所以先生蛮伤感的。结果他发现，终其一生啊，他的丈夫一辈子到他离开，没有一次每一次看到好吃的东西都流眼泪。我的妈妈不在了，啊，寄之风不如养之伯也啊！现在即使拿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如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能用青菜豆腐供养他，他吃得到，他多欢喜！啊，所以终其一生对父母那一份情谊都没有改变意呀，啊，连物虽小。物失常，哦，狗失常，清心伤。此德有伤，贻亲羞。人的羞耻心从不给父母丢脸啊，不让父母蒙羞，这个羞耻心就出来了。哦，人设身处地，冬则温，夏则静，多么的细腻的关怀，爱。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您看胡晓林董事长，啊，他母亲病的比较重的时候，他都不敢睡觉啊，绑着一条绳子啊，跟他母亲绑在一起啊。他母亲稍微动，他就赶快起来了，怕母亲有什么状况啊。您看那一份浓浓的父子有亲的爱，啊，和。亲有过，见死根；怡无色，柔无声。啊，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劝人劝到自己很生气的？有哦。哎，那弟子规就教我们怡无色，柔无声呢，啊，不能讲两句，火气就上来了。你真是，哎。哎，我怎么好像装不出来？好，哦，所以今天我们劝人哈，会劝到发脾气，那是一个结果。根源啊，是我们跟父母讲话还是会动气。所有修行上面的瓶颈。都因为孝根没有做好，所以就像治病一样，不把病根找到啊，你那些症状没有办法改善。好，所以真正对父母怡无色柔无声呢，啊，见不入岳父见，这么有耐性了，啊，哦，那就和了。而这个平呢，平到什么程度？任何情况不会让自己起情绪。豪气随，踏无怨。被父母有点动怒了，你明明为父母好，父母不能理解还打你，你难不难过？哦，很可能我们会很难过，甚至更严重的还会记父母的恨哦，这样不好哦。哦，我们。时时啊，心中都把父母摆在第一位，就不会不平。哦，而且呢，始终都是一个态度。我的目的是为父母好。哦，父母不能理解，我继续的，哦，能够在他高兴的时候再去劝，非常的细腻的，怎么样去真正成就父母，这个是他的目的。他不会被其他的情绪所干扰，哦，包含曾子是孝子。有一次他不小心把那个瓜藤啊弄断了，
他的父亲一下子太生气了，拿着那个锄头啊，把他给打昏了。结果当他醒过来啊，你看他的心这么平哦，他醒过来的第一念不是自己想自己痛或者责怪父亲，他第一念是想，父亲在我昏迷的时候一定在担心我会不会出事了。所以他一醒过来啊，马上去把古琴拿出来高歌一曲，弹给父亲听啊。父亲一听到古琴说啊，孩子没事了。所以您看这样的心，任何事怎么可能让他起情绪呢？好，所以我们看到11个德牧通通从孝生出来啊。所以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一句话我们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了啊。从自身呢，来以身作则啊，传这个家道。好，而这个自明之道哦，我们再翻回来126页，210句。这个误笃于教，这个误是非常的尽心，这个笃呢是扎扎实实。既然我们要从事教育了，不管遇到任何的挑战瓶颈，我们一定啊百折不挠把它做好。因为既然是我们选择的啊，好人就要怎么样做到底，送佛呢要送到西啊。人做每件事应该有这个态度。而我刚好前不久啊，我们大马中心呢办了一个教师营啊，校长营。那校长营，校长们很多都是几十年呢从事教育工作，所以他们是懂教育的人啊。而今天要把小孩教好，请问大家应该先教谁？教他的父母啊，不然他父母不懂，不就跟学校的老师校长唱反调？那这就达不到我们教育好下一代的目的啦。哦，所以我们所有教育界的人，除了教学生以外，还要教他的父母。哦，这样子父母跟老师才能配合好。哦，所以马来西亚很多学校啊，都有家长的课堂啊，家长来上课啊，甚至还有学校啊在晚上开放，让所有愿意来学的家长到他们的学校来，等于是除了教育他们学校的学生，还晚上开放教育社会大众。好，所以这些校长啊通通都到了这个夜校，晚间的学校，亲自上去啊，跟社会大众，大部分都是为人父母者，讲如何教育孩子。所以从事教育的人呢，现在应该要视天下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学生，只要有缘的，我们能尽到多少力啊？要尽力去做，哦，所以这个误笃于教，啊，就是毫无保留，啊，只要能真正把事情给成就，我们不辞劳苦去做，包含现在企业家，哦，我们的员工，他们可能都是成人，但是他也不见得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啊，这个时候，哎，我们也
非常认真的啊，领导嘛，带领他们来深入，啊，像我们吴念博董事长，啊，他们员工啊，一批一批一两百个人，啊，轮训，啊，让两三千个人呢，全部都学习传统文化，而且他大家长啊，亲自每一期啊，带他们一起学习，哦，所以他非常用心。好，那这一句呢，勿笃于教啊，这个教字呢，让我们再从更根本去思考，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包含为人父母者，要教育别人，更重要的要能够啊，先教育自己。我们把自己能够教得好，才有可能呢，给孩子做好榜样。所以第一步呢，务本来讲啊，还得要先把自己教好。所以我们群书之要一开始第一页就是谈修身。而修身当中呢，首要的呢是戒贪。要把贪心啊能放得下。那这个就属于啊自我教育。事实上呢，要自我教育啊并不容易。像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讲给别人听啊，教别人。要再回来教自己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除非有高度的警觉啊，常常反过来提醒自己。像那一天我们马涛老师有讲到说我的体重比较轻比较苗条说我太辛苦了这个是给我台阶下。那为什么会变瘦呢？这一点需不需要我自我教育呢？假如我就觉得啊，我就是太辛苦了，那我可能找不到我变瘦的原因啊，那我不就欺骗了我自己了？所以时时要用经典呢对照自己啊。因为师长讲啊，95%的能量耗在妄想啊，妄念啊，所以我就是妄念太多，这个才是根本啦。别人给我台阶下，我马上自己就下去了，那我就发觉不到问题了。可能有人会跟我讲，啊，你的事情太多了，太辛苦了，事情太多。是不是做事的方法不得当啊？应该要调整，提升自己做事的能力啊，这个才是我的根本问题所在啊。那假如每一件事都没有自我教育，还自我骗自己了，那更不可能去教别人了。所以这个修身就是自我教育了，而这个戒贪，我们看第二句啊，讲到呢，夫勿速成则即亡，晚就则善终。朝花之草，细而零落；松柏之茂，容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勿速成。这一段教诲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所有的事物发展呢，太快了呢，它衰败的也会快，反而呢，它能够啊缓慢稳定的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可是我们这一颗贪快、贪好的心，是很细微的
哦，是要能很冷静啊，来关照才关照得到。哦，经句当中讲的呢，物速成而其亡，挽救则善终啊。我们可以从很多成语啊来体会到，哦，比方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稳扎稳打，哦，反而朝花之草啊细而零落，早上开花的草呢可能到这个傍晚晚上啊它就凋谢了，这个让我们想到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少年得志，大不幸。哦，这个人整个德行的培养过程呢，他决定不是一触可及的，哦，都是要非常扎扎实实来对治自己的习气啊，才能提升上来。哦，比方我们要对治一个坏脾气啊，可能都要下三五年的功夫。哦，所以这个实修的功夫啊，不能来半点虚的东西。哦，好，这个松柏之茂，龙寒不衰。松树、白树呢，在非常寒冷的冬天呢，它也不凋零。哦，所以真正有德行啊、有见识的君子，他忌讳啊，速成，勿速成。好，这一段话呢，事实上对我的启示啊，非常大。哦，我们曾经啊，很多同仁啊，我们在培养他们啊，成为讲课的老师。而今天，假如他的德行的根基啊不够稳，啊，他一下子上台去，啊，这个赞叹掌声呢，啊，如潮水一般来啊，一般受不了。而且呢，我们假如长辈们呢，啊，接触到啊，哦，这些年轻人在讲传统文化，他们有时候看了也会很激动，啊，听了这个年轻人讲了一堂课，他一下来马上过来，哇，你真是孔子在世啊！这个赞叹呢，可能第一次听了呢，会诚惶诚恐啊，这样的赞叹听了三次五次啊，哎，他会觉得挺正常的，哦，哎，慢慢的他就觉得，哎，好像我真的很厉害哦。所以孔子赞叹人都不随便赞叹，哦，都是呢很清楚他的德行真的到那个位置了才这么赞叹。所以很多年轻人是因为很多人给他赞叹太过了，最后他自满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最后连长辈老师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哦，所以这个就怪我们自己在栽培一个人才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他的根基的问题啊，马上就把他推上去，然后很多这些境界他又染污了，我们又没有护念他。所以决定不能怪下面的人，是自己呢没有稳扎稳打的栽培一个人才，哦，把他的德行扎稳，哦，时时能够护念，啊，他的道心，他的善心，哦，所以底下的人出了情况啊，决定是自己啊智慧不足，甚至于还要更深入的去思考自己有没有求名利的心。哇，
办了课程，大家都非常赞叹呢、啊。在这个赞叹声中，自己有没有陶醉？继续办课程，结果自己的人堕落了；继续办课程，结果自己的人累垮了。自己的人累垮了，离开了，我还说他，你真没有善根。哇，那可能虽然我在办传统文化的课程，可是是不是也是心里面有很多的名利在增长，才会求快求好？所以我们传统文化呢，是爱的教育。不能说社会大众听了课，哇，收获非常大，我们就非常欢喜，反而我们身边的人痛苦了，身边的人身体不好了，身边的人我们都关怀不到了，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正常的。因为身边的人就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应该家要先齐啊，接着是利益社会大众。所以我曾经听一位单位的负责人讲了一段话，很感动。他说，我们首先要让团队的人家庭受益，要让所有的义工受益，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他们是付出最多的人，应该我们对他们的爱护关心要更体现出来。尤其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义工，他们很多20出头啊，来做义工，看到都非常感动。为什么？20几岁的年轻人，不为世间的名利追求，为了圣教的弘扬来做义工呢？这个是社会的宝贝呢。我在他们的年龄的时候还在追名逐利啊，面对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多么珍惜他们学圣教的因缘，他们承担弘扬文化的这一份使命感。所以更要关心护念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成长啊！假如没有顾及到他的成长学习，反而让他们非常的体力耗损了，又没有好好的深入学习，生了烦恼，我们又没有引导他们，最后他们不能理解的离开啊，感觉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面对任何一个缘分呢，都应该用爱敬的心来经营这个缘分，爱护这个年轻人，爱护这个有缘人，尊重他的因缘。假如今天我们缘分接得越来越多，但很多身边的人，老人都没有照顾好，他们都离开了，事实上自己想一想啊，我到底是在弘法还是在谤法？这身边的人都得不到我的爱，都离开了，都丧失信心了，那我是在谤法了。而且啊，我还在花老祖宗的福报，因为他们愿意来是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好，是因为师父的威德。我假如不能好好护念他们，那我花掉的是祖宗跟师父的福报，那对我这个弟子来讲是非常大的罪过了。所以老祖先告诉我们，近处不能感动啊，未有能及远者。最亲近的人都不能感动，怎么可以感动远方的人呢？所以这一些教诲啊，也提醒我们君子务本。接着我们看呢，第4页第5句，这个是
啊，刚刚是戒贪快，好，啊，能够水到渠成呢，道法自然。接着呢，这一句是讲的是好几个角度的贪欲了哈。这是夏皇祖大禹啊，夏朝的开国皇帝啊，对他后代子孙的一句话：“训有之，内作社荒，外作秦荒，甘酒侍婴，俊宇雕墙，有依于此，未获不亡。”啊，他提醒他的后代，就是假如在家里面呢迷恋女色，在外呢迷恋游猎，啊，这个就像成语当中讲“玩物丧志”，啊，喜欢打猎，玩物丧志，啊，迷于女色啊，玩人丧德，啊，甘酒侍婴，喜欢喝酒，又喜欢听靡靡之音，俊宇雕墙，又喜欢住很豪华的房子啊，哦，有依于此，未获不亡。这上面呢提了五点啊，就是社荒、秦荒、甘酒、侍婴，还有俊宇雕墙，而只要有其中一条啊，这个国家呢就要亡国了。那我们这个冷静看看呢，我们的下一代啊，这几条有几，这五条啊犯了几条，哦，可能不止一条了，哦，所以这个戒贪欲啊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根本，哦，所以我们佛门有讲呢，五欲啊是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啊。而怎么让孩子不去贪着这些欲望，他要有非常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行了。哦，那比方我们看这个财，人要能放下呢对财的贪着啊，首先一定要先明理，就理得啊，心就能够安。啊，胡晓玲董事长，他在还没有学习《了凡四训》啊，没有接受师长教诲以前，啊，他常常啊睡不好，啊，因为觉得啊那个事业又被人家拿走了。啊，这个事业又没有接上，非常多的担心，又患得患失，很苦。但是他学完了凡四训之后，他就知道了，啊，命由我做，福自己求。所以该是他的就是他的，他只要努力的去行善积德，自有他的福报。啊，所以有一句话讲，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所以你好好的行善积德，不用去担心以后没有福报，不然就变成杞人忧天了，哦，这个是明了财富的真因，是财不失得财富啊，这个心就安了，哦，而一个人呢不贪财呢，会得非常好的果报，啊，在古代有一个杨公博先生，啊，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商人，结果他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很紧急呢，就交给他千金的财物，让他保管，结果两年之后啊，这个朋友都没有回来拿，他就去了解情况啊，
原来这个朋友已经去世了。他就找到他的儿子啊，把这千金呢还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敢接受啊，怎么会有这一笔这么大的数额？所以这一个商人很讲信义啊，没有贪这个财。结果他的儿子呢，就当到吏部尚书啊，是部长啊，还当太师，皇帝的老师。他的孙子呢，还做到户部的尚书，都是部长级的。所以不贪财，在财富面前不贪呢，厚德厚福无穷。而假如贪不义之财啊，那个灾祸呢会来得非常的快。这个在历史当中也有记载，有一个定远这个地方有一个县长姓狄，这个狄县长啊。刚好当地发生一个案子，一个男士去世了，结果他的太太就要继承他的财产，有数万金之多啊，可是他的小叔啊起了歹念了，就要夺这一笔财产，就跟这个县长啊串通好，逼那个大嫂啊。把钱都拿出来，最后这个大嫂呢，都死在狱中了，结果他贪了这个不义之财啊，没有多久呢，他自己啊，就全身呢、长脓疮，去世了，而且他有5个儿子、7个孙子，通通都长了这个脓疮啊。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子活下来，而且那个孙子还没有立锥之地，根本就活不下去的状态了。所以了解到这些真实的故事啊，那我们对财啊决定不会起这个贪不义之财的念头。好。这个是财。第二个呢是色。色贪色啊也是烦恼。去掉烦恼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啊。就是知道呢，其实这个烦恼啊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因为把这个烦恼当真的呢，觉得啊，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不这样，就被这个烦恼啊给控制了。所以烦恼叫烦恼贼，他就是要爬进我们的清净心，污染我们。那这个小偷啊，他爬上墙来。主人只要桌子一拍啊，这个贼就掉下去了，是吧？因为做贼心虚，他是虚的，他不是真的。有这个认知了，我们就知道我是主人啊，怎么可以让贼做主呢？怎么可以认贼做父呢？这个习气都是贼，我不能认他做父亲。我是真心，是明德，是本善，那个习气是假的。所以《了凡四训》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重要，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那些邪念都是假的，你正念一来它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古人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比方说有个男人，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我们这个都市，最漂亮的女子，今天，要跟你过一夜，我已经安排到某某这个饭店了，你赶快去，
哇，这个人平常不搭计程车啊，马上搭计程车过去了。啊，他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那个房间，门一打开，本来整个人都被那个欲望控制住了，突然看到那个女的是他妹妹。他说：“妹，你怎么在这里？”请问刚刚那个欲色欲在哪里？假的嘛，怎么是真的？那我们怎么被这个虚幻的东西给控制的无法自拔呢？所以什么是自由的人？任何欲望都不能控制我们，才是真自由的人呢。谢谢。好，所以很多高深大德教我们了，怎么样把色欲去掉呢？看到年长的女士啊，把她当妈妈看。啊，看到年龄相差不多的呢，当姐妹看。啊，年龄比较小的呢，当自己的女儿看。啊，这个心念一起来，这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啊，假如这么做还没办法呢，那你就把漂亮的女士呢当毒蛇看。就是你假如陷进去了呢，他一口就把你的头咬掉了，把你的家庭给毁掉了。哦，那这个比较强烈一点。哦，那能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候啊，能够把正念提起来，这个非常重要。好，在群书之要当中啊，讲到呢，从善如登，从恶如奔，这个是在谨慎啊，群书之要的这个贵德当中的谨慎。从恶如奔呢，这个恶念没有止住啊，就好像一个脚步啊踏空了，从山上掉下来。有两个兄弟啊，双胞胎，几乎是同时生下来，而且呢两个人的相貌完全一样，连父母都认不出来。哦，然后同一年考试啊，那个成绩都差不多，得到的国家的这个奖学金啊都差不多。哦，然后连娶太太同一年，生小孩也是同一年。哦，而且还怕两个媳妇认不清楚啊，所以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哦，所以认识他们的人都说啊，这两个人的命运啊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就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啊进京考功名，刚好住下来的地方隔壁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这个寡妇啊看到他的这个兄长啊就对他示好啊，他兄长很有正气啊，斥退了这个女子。这哥哥马上想到啊，弟弟跟我这么像啊，赶紧去提醒弟弟说，你可不能啊违背良知啊，毁了自己的一生，提醒他弟弟。但他弟弟呢没有守住做人的底线啊，所以就跟这个女子啊发生关系。那后来呢还骗这个女子哦，说他考上功名，其实是他哥哥考上了，还骗他的这个女子说他考上了，还把这个女子的钱呢拿去花。这个女子以为是他一直在往前提升，最后还考上进士了，所以这个女子就一直等着那个男子来接她。结果最后呢郁闷成病了，写了一封信啊寄给他，结果是他大哥收到了。
这哥哥就知道啊，弟弟犯错了。大哥考上进士，接着呢，整个家族非常发达。弟弟犯了严重的过失啊，没多久，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死掉了。这个弟弟呢，伤心自己的儿子死掉了呢，哭到瞎了眼，没多久啊也死了。所以双胞胎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福报，就因为这个色欲啊的诱惑没有抵挡，最后毁了自己的人生，甚至于断子绝孙呢、啊、的结果啊。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在面对这些欲望的时候啊，确实要慎重提起我们的正念才行。好啊，这是财色名啊。我们看到第五页第七句，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之所要矣。一个领导者啊，最大的祸患，没有大过呢爱好虚名的祸患。啊，因为呢，人主好名是因啊，会感得底下的人呢、啊、给他奉承呢、啊、谄媚。这个给他拍马屁啊，这一些也是他感召来的，哦，会投其所好。而人主假如还没分辨出来，那都用那一些讲给他讲好话的人，那这些都是谄媚之人啊，他不会是真正有本事啊，真正为公的人。啊，他是有实心，所以才讨好嘛。而假如用的都是奉承的人呢，那真正正直的人，他就会离开了。正直的人，他希望的就是领导者能够真正不断提升德行，真正把这个团体事业做好，这是他的目的呀。啊，最后。领导者都是好虚名了，这个磁场不对啊，可能正直的人就会离开了。哦，而事实上啊，人这个好名啊，是因为对名呢不清楚。其实啊，名也是福报。一个人的名太高啊，都在消自己的福啊，所以有很高的名声也不是好事情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比方说一个年轻人，很年轻啊，出名了，哇，没多久啊，去世了，因为他的德行啊不够，可名又太高啊，一下子福报花光了。有一些人当官呢，刚升少将，哦，明天要公布了，前一天晚上请大家吃饭，哇，那一天晚上心脏病发去世了，就他的福太薄了，这么高的名把他给压垮掉了，哦，就好像一个人只能扛20公斤啊，但这个名是30公斤就把他给压垮掉了。哦，这一个真相啊，在《了凡四训》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凡四训》当中说：“名者，造物所忌。”啊，世间享盛名而实不符者，多有其祸。啊，一个人享盛名，但是他的德行根本很差。他慢慢的这个名的福报花完了，他就要出事了。哦，所以我看到这一句话以后啊，
这句话就是讲我啊，所以我走路过马路都特别小心啊，自己德行习气还很重啊，名气太大啦。哦，所以老祖宗很仁慈啊，哦，让我能够在我们大马先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啊，这德行太差了，所以走路都特别小心。好，而下一句也很重要，视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一个人呢，他没有犯错啊，反而被人家毁谤侮辱，啊，坏了他的名声呢。无过咎，横批恶名啊，子孙往往作发呢。所以人欠你哦，人侮辱你、毁谤你啊，人欠你，谁还你？你们声音。啊，声音太小，就代表我今天要赶紧下来再动一动。啊，因为这一段话太重要了，这一段话听懂了，您的太平日子、极乐世界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一个人没有过失而被人家侮辱，子孙作发呢？哇，那这个道理你听懂了、啊、从今天开始你被人家侮辱，被人家毁谤、哦、你会跟他鞠一个躬，谢谢你送福报给我，是吧？所以明理的人事事都是好事哦，没有坏事哦。哇，那这句话我们全听懂了、哦、这个世界会开始改变哦。因为很多人骂人以后说，哎，那个人还对我笑，还很高兴呢。这到底是他是学什么的？原来是学了凡四训的。哦，原来是学传统文化的。哦，那就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名，那的背后就是责任。好好尽这一份责任。今天人家毁谤我们的名，那对我们也没有损失。一来送福报给我们，二来让我们修忍辱啊。他是好老师啊，考验我们的修养到哪里啊，哪有坏事呢？好，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啊，叫不知好歹。哎，人真的知好歹吗？哎，人家很恭维我们，把我们捧得好高，好事还是坏事啊？福报都消光了。哎，我们没有错，人家侮辱我，好事坏事啊？好事，您看，这才是知好歹呢。假如一个人被人家骂了回去哦，很难过，那叫不知好歹呢，是吧？哎，那一天我听一个朋友讲，他说啊，哎呀，我平常都很守规矩呢，每一次想偷懒的时候，突然就有同修看到了，真衰。哦，然后他还在那里很尴尬啊，我平常都折得很整齐，今天偷懒一下啦，他还在解释啊，回来说到啊，真衰。我说你不是衰，你是很有福报，你的祖先加持力太强了，你稍有一点不好的念头，他马上噔就把你的脑袋敲下去了。护念你的人太强了，这是好事啊，结果我们把它当坏事了。哦，哎，有一些人呢很聪明，偷偷摸摸干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啊，都不被人家发现，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得意，那不是好事啊，那是大祸要临头啦。啊，人
常常犯一些小过失啊，都没被发现，还自鸣得意聪明，这个人以后一定聪明反被聪明给误了。哦，所以这些经句、这些道理要真正体会懂了，我们才真知好歹啊。谢谢。而刚刚啊，有跟大家讲到啊，自己确实呢，名不副实啊，哦，因为呢，这个因缘使然，啊，刚好我2003年到了海口去，啊，因为刚好被我碰上了，我就跟大众啊，交流传统文化，而事实上呢，自己在整个修学的实修方面呢，还远远不足。真的要改一个贪，改一个嗔，那没有真下功夫，对自己习气那种赶尽杀绝的决心，没有3-5年，那个要扭转过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哦，所以真正感受到啊，老祖宗讲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啊，羞耻自己讲的呢，超过自己的实际的行持啊德行。我有时候刚好啊到一个地方啊，比方素食馆，哎，刚好那个素食馆呢在放幸福人生讲座啊，结果呢我边听哦边流冷汗呢，哇，我讲给别人，我自己都没有做到啊，就很羞耻，很恐慌啊。而可能待会啊，下完课啊，就有可能呢、啊，有我们朋友们就说：“哎呀，蔡老师，你真谦虚啊。”其实这一句话再来啊，又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哦。哦，您看历史当中，苏东坡先生，他也很有道德学问呢。哎，可是他跟佛印禅师应对当中啊，啊，他有一天自己觉得嗯，坐在那里打坐啊，感觉非常好啊。他说：“起手天中天呐、啊，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其实我们起一个自己八风吹不动的念头啊，八风动了没有？动了，是没有察觉到呢。哦，所以八风要不动，谈何容易啊？所以今天确确实实，因为看到这个经句啊，真实的自知自己的程度。但是假如这么一讲完，别人又说：“哇，你好谦虚，又恭维来了。”我假如又接受了，那我又堕落下去了。哎，所以忏悔自己啊，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错在哪。但是假如忏悔完，别人又说：“哇，你好不简单哦，敢在别人面前忏悔。”那这八风又吹过来了。哇，那以后忏悔的时候，不是打从内心忏悔啊，是等着下一个赞叹再来哦，是吧？所以人每一天哦，能遇到几个境界，万境交集哦，很多的境界都在给我们考试哦，所以我们要善观己心哦，这个心念是觉还是迷？是正还是邪，是净还是染，每一念都有加减乘除啊，都有进退啊，学如逆水行舟，不净啊，可能就要往后退了。哦，好，哦，所以这个浩明啊，也是必须啊，要下大功夫啊，来对治的。好，啊，最后。这个食吃啊，其实吃啊只是三寸舌头啊有感觉而已啦，
那个吞下去以后啊，就没有感觉了。哦，而这个生命啊，它被宰杀的时候啊，都是很痛苦的。何必强彼之身呢、啊，损己之福呢？何必让他们那么痛苦来损自己的福气呢？我自己啊，吃素呢，是因为有一个感悟。我有一天在切橘子啊，哦，不是橘子，是柳橙。结果切的时候啊，不小心那个刀划了，就刮到了我的食指，伤口差不多只有0.5公分，还不到1公分。哇，我痛的在那里头皮发麻，一直跳，好痛哦！突然在那一刹那呢，我的眼前浮现了一个景象，就是猪被杀的景象。我说我这个伤口才这么一点就痛成这样，那他们被杀的时候那个伤口更大，不更痛吗？哇，突然有这个感受，这些生命的痛啊，哎，很不忍心啊，哎，在吃他们的肉，哦，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受到了，哎，要去做啊，就比较自然了。好，啊，这个是要去贪呢、啊，把这个欲望啊，能够慢慢减轻。啊，这个叫自愈。好，那能够完全把这些欲望啊，能够放下，哦，那是真功夫了。好，那接着我们看呢，修身当中啊，还有第二个重点呢，勤俭。其实老祖宗的每一个德目啊，都是通达人性的智慧。你照做了，得的受益啊，无量无边；不照做了呢，得的害处啊，太大了。好，我们看这两个字，勤劳的好处。首先，第一个，一个人勤劳啊，他常常劳动啊，身体好。我的父亲，他小时候都帮我们，我爷爷干活啊，身体非常壮。啊，小时候那个年轻的时候啊，都扛过大便的。啊，请问大家，您扛过大便的，请举手。啊，这些都是有福报的人，一来尽孝，二来练身体，所以我父亲很壮啊，结果我这个儿子反而很瘦弱。啊，其实我也很有瘦的本，哎，很有胖的本钱，因为我的肩膀挺宽的，哎，所以我应该有本钱慢慢把它胖起来才对。好，谢谢。哦，所以您看，第一个好处啊，对身体好。对他身心的影响，啊，因为常常劳动呢，整个经络非常好。第二个呢，习劳之感恩，他有感恩的心，因为他做了以后就知道父母的辛劳，所有付出的人的辛劳。第三，常常勤奋的人，他会去承担责任，所以他的责任心很重。哦，他到学校去，他都会主动去帮忙，啊，去承担，责任心，这个是对他整个心境的影响，哦，身心。再来呢，因为他常常付出，他就能设身处地啊，别人的辛苦。我自己曾经种过菜，
我花了两三个礼拜种的菜，结果端上饭桌不到一分钟就吃完了，因为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有机的。哦，所以他们一直很好吃啊，就吃完了。那一次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不可能剩菜，因为知道种得很辛苦啊，就知道农夫很辛苦，设身处地。哦，好，再来呢，因为一个人很勤劳，都会主动付出，他的人际关系会非常好。因为一个人很勤劳，不断地去承担，他是能力提升最大的。老祖宗教诲我们，吃亏是福。人家不肯干的活，他都不计较去承担，他的老板一定慢慢的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老实肯承担，一定栽培他嘛。哦，他的能力会好，而且啊会很受到重用。而因为他很勤奋去帮父母去承担，他的心量大，所以福报大。好，因为黑板只到这里，所以我们就不学，自己想。哎，要用心去体会啊，你的感悟就会更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从一体两面来看，勤劳有这些好处，懒惰呢？那懒惰的人怎么样？身体差。懒惰的人不知感恩，懒惰的人推卸责任，懒惰的人都觉得人家对他的好都是应该的。啊，懒惰的人，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人际关系不好啊。懒惰的人根本都没有好好的去付出，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啊。懒惰的人谁要用？你又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懒惰的人没有福报，都是消福报。所以勤俭为持家之本啊，我们的孩子不勤劳，那就把种下了他人生的祸患啊。所以古圣先贤留了一句话说，百种弊病啊，皆从懒生。一个人很多恶的习气啊，都是从懒惰当中生出来的。大家看，我们这么去体会去分析他的整个心态，老祖宗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那勤重要，俭也很重要啊。一个人节俭省下来呢，又肯去布施帮助饥饿可怜的人，啊，俭而能施，仁也。节俭了的人呢，他就没有那个贪欲。所以呢，他不会去取不义之财，啊，所以俭而寡取，他用的很少啊，不求人啊，所以他俭而寡取，他绝对不会去贪财义也，啊，他让节俭变成他的家训，变成他的家道，啊，礼也。他把节俭拿来教训他的子孙，他是有智慧的人，智也。好，而且节俭是美德哦，真的做出来哦，做久了都能感动人。
我自己呢，小的时候啊，都我们是有爷爷奶奶呢照顾我们成长。我记得我们三个姐弟啊，都出社会工作。我爸爸妈妈有一天呢，就说：“你们三个人怎么比我们还省？”啊，当时候我们三个孩子毫不考虑的回答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家的掌门人呢、是奶奶，我奶奶特别省呢、那个一张卫生纸哦，要用三四次啊，分好几次用。”当时候啊，小的时候就皱着眉头，哦，干嘛那么神？好，我奶奶走到哪呢，电灯就关到哪。哦，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啊。虽然心里面在想，哦，真的要这么神吗？可是哦，这个德行就落在自己的心田里了。哎，慢慢慢慢的，自己出去工作，拿到那第一份薪水，啊，我拿到那个薪水的时候很感触啊。我说，假如拿我自己的薪水啊，我连大学都没有办法读了，就想到父亲赚钱不容易了。哎，结果反而奶奶这些影像啊，慢慢都出来了。哦，所以变得不知不觉啊，奶奶那个行为自己就做出来了。所以其实诸位长辈父母，你们所做的一切有德行的行为，通通没有白做，都落在了孩子的心田当中。但教育要有耐性，慢慢慢慢他就会结成好的果实了。大家不要急于马上看到成果。而我们看节俭哦，但是呢要往仁义礼智的这个德行啊去提升。一个人假如俭变成吝啬，那就不仁哦。一个人很节俭，然后节俭到呢公司的公务啊，他舍不得花自己的钱呢，还把公司的纸都拿回家去，那叫俭而多取了，这就不义了。一个人节俭，然后呢，给母亲的供养啊，非常的吝啬，这叫无礼了，对父母啊就无礼了。一个人节俭到呢，把财产都要留给孩子啊，这叫不智了，无智了。所以老祖宗又留了另一句话讲：“勿以嗜欲杀生。”好，勿以财货杀子孙。一个人染上不好的欲望，他在残害自己的身体啊，有亏孝道啊，勿以嗜欲杀生啊，勿以财货杀子孙，你留了那么多钱财啊，变成后代子孙冲突的根源了，那这个就真的是没有智慧了。好。而这一个俭字啊，再把它延伸开来啊，哇，那个很有味道了。包含不必要的应酬啊，要俭，不要多。这个都是俭的精神呢。包含呢不必要的胡思乱想啊，不要想。这个乱想呢，那个很耗精神。包含呢，不必要的话不要讲太多，
话说多不如少，有的话太多了，讲错话得罪人，而且话太多啊伤气，哦，对这个整个身体状况啊也不一定好，哦，所以这个都是俭的精神。而我们接下来这个句子啊有两句呢，第一句啊主要讲勤，第二句啊主要讲俭。而我们看到这一句呢，第八句讲的，哦，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自先自息也。”故其蓄积足事。哦，这个也讲勤，也讲俭，哦。而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非常感动。感动在哪呢？老祖先呢，是伦理道德起家，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接受了这个伦理道德，各行各业都有圣贤人，连农夫都是圣贤人，因为他时时都念着天下的人。从这一句我们看到，古代的人都说啊，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了。所以这样的存心呢，他会非常勤奋地去耕作。哦，所以为什么每一个行业都是高贵的？因为他时时存着服务大众的心。哦，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一个妇女不织布啊，很可能就有人受冻了。哦，所以常存这样的心呢，就非常勤奋的每一天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而接下来分析到啊，生之有时，啊，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而用之无度，但使用却没有节度啊，那这个能量资源呢，啊，整个就会耗掉，啊，物之必用尽，啊，所以好像很多科学家都讲到，啊，假如整个人类啊用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来过日子，那不知道要几个地球才够这样消耗掉了。那这一句话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是最大的提醒哦，因为我们将近四分之一世界的人口啊，我们不能跟着美国人那种消费的意识去走啊。好，我们要爱护这个资源，爱护整个大地母亲，哦，而且我们更要想的，我们省下来了，很可能就有人不会饿死了，哦，好，所以古代治理天下呢，他考虑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周详，哦，那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存心，那当然都会尽力的去生产，哦，这叫生之者众啊，哦，都能尽力的去劳动，那故其蓄积足事，国家就有足够的积蓄啊可以依靠啊，甚至于遇到一些临时的灾祸啊，都有足够的存粮来应对啊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啊，而且以前的存粮啊都能存到呢九年的存粮，啊，假如没有存到九年的存粮啊叫不足啊，啊，没有存到六年的存粮啊是急啊，
没有三年的存粮啊，叫国非其国啊，这个国家可能突然的一个变故啊，他就没有办法应对了，老百姓可能就没饭吃，要饿死了。哦，所以您看古人这些做法，真的都是为苍生啊在着想。好，我们看下一段呢，第九句啊。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修身和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传曰：欲不可纵。这《礼记》上说呢，欲望不可放纵。立官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皆于简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这个结论呢，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当中，大家族还有这些国家，都是啊，能兴旺就是节约、简约啊，然后会败亡啊，都是奢侈。所以俭者节欲，节俭的人懂得节制欲望，而且节制欲望的人呢，欲望越来越小啊。他的灵性越来越提高啊，那样的人生才是快乐的人生，有智慧的人生。奢者放情，奢侈的人呢、啊，放纵欲望，放情者为，放纵欲望非常危险。节欲者安，节制欲望的人安全。有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他们呢？刚好相约啊，因为他们被分派工作啊，考上功名啊，被分派工作啊，一个到黄州做教授，一个到鄂州去做教授。但是因为两个人呢、啊，同年同月同日生，命运很相近，连分发的时间都一样啊，两个人互相约好啊，这个。我们两个命差不多哈、哦，你假如有什么三长两短呢、啊，一定要来通知我。啊，古人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修来的，结果呢，其中一个啊不幸去世了，另外一个来帮他办丧事啊，当天晚上呢，就对这个朋友讲，说老兄啊，你先走啦，可能我也差不多啦。啊，你假如有知啊，也跟我打个招呼啊，让我做个准备啊。结果晚上真的做梦啊，他那个朋友跟他讲，我从小啊在富裕的人家花钱花习惯了，所以我的福报啊已经花完了，路尽人亡了。你从小啊家里贫穷，你又特别节俭，你的福报啊还很多啊，所以你好好啊要惜福啊。所以这个朋友一醒过来啊，就好好保持这个节俭了，多修德。所以同年同月同日生，福报一样哦，一个花得太凶啊，就英年早逝了。所以一个人假如只能活六十岁，可是他特别节俭呢、啊，可能可以延寿二十年。哦，一个人假如可以活八十岁啊，花得特别凶，可能五十岁啊，福报就花完了。啊，所以真正养成节俭的态度啊，真的是给孩子最重要的福祉啊，福报了。不只是个人福报不能乱花，一个地区假如形成奢侈的风气啊，很可能那个地方就会出现灾祸，啊，这个在练堂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读书人叫陈良某，以前这些道理啊，读书人都懂。他们那个村庄啊，刚好有一年旱灾，结果他们的水利工程比较好，所以
那整个地区啊都免税，但他们水利工程好，没有损失啊，也免税。第二年呢，水灾，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比较高，没淹到，其他地方都淹了，他们又免税，所以两年都免税，根本没有损失，都得到免税，他们就积了不少钱。那请问大家，免税是福还是祸？祸福相倚啊，得谨慎啊。结果因为他们两年都免税，积了一些钱，其他地方呢都受灾殃啊，都开始出来卖东西，结果他们就多去买这些东西，慢慢慢慢那个地区就越来越奢侈了。结果奢侈到一定程度啊，这个陈良某先生看了就说，哎呀，这样发展下去麻烦啊，我们这个地区啊会有灾殃了。他给他一个亲戚讲，那个亲戚不信。结果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区发生瘟疫，其中有四个姓氏的人几乎死光了。他那个亲戚看到这个现象跑来找他，哇，怎么被你说中了？那我们其他三个大姓啊，那个四个小姓几乎都后代都死于瘟疫了。啊，那这三个大姓呢，啊，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啊还是要遭祸。哎，后来陆续发生火灾，还有一些灾祸，把他们的财产呢都损失掉。哦，所以这个奢侈啊，确实会折福啊，会赶来灾祸。哦，好，哦，所以古人这些道理还有这些事例啊，确实让我们深深感觉到，要齐家，要持家，一定要勤俭。哦，所以诸位还没有结婚的男同胞啊，找对象一定要找勤俭持家的太太对象。哦，好。哦，那可能有人会说，那我都娶了怎么办？你不要担心，只要有中华文化就有办法。哎，已经娶了怎么办？人之初，性本善。哦，正己化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好，从你做起啊，一定你们家道啊，就因为你转变过来了。好，那今天晚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